陈沙正有个地方，人们都叫它后宫，那里的女人都很美很美，她们的步子很小，她们的怨气很深，因为她身边总没人没人，一个她要放飞，一个流泪。曾经她一枝独秀，如今是什么滋味？矫情她不是罪，无路可退。花园的花朵盛开，染红了心里的灰。贱人就是矫情。